同学们，咱们今天发奖状。发奖状？那为什么黑板上你要写个刮刮乐啊？刮刮乐就是你们奖状的奖励。哦，老师，那你的刮刮乐怎么刮的呀？很简单，一张奖状一次刮刮乐的机会。一张奖状获得一次机会？就我这成绩，完了呀！老师，你赶快发奖状吧。第一个，土豆。啊，没搞错吧，老师，我也有奖状啊。有劳动之心奖状。哇哦，我两个月的厕所没白打扫啊。好教育啊。没想到我土豆也有今天呀。劳动之星可以获得一次刮刮乐的机会。新年快乐，学习进步。那我就选中间这个。啊，马桶刷一把，洁厕灵一瓶。老师，你的奖励有问题啊，要不然再换一个吧。你自己挑的，下去吧。什么奖励呀？别忘了去给老师领。下一位，亚楠，千年老二奖。啊，老师，我这是该哭呢还是该笑呢？先抽奖再说了。别管怎么样，有奖状又能抽刮刮乐啊。哎，老师，我千年老二是不是能抽两次呀？想什么呢，赶紧抽，只有一次机会。那行吧，新年快乐，我要一个乐字。猪肉时间。哇，亚楠，要不然咱俩换换吧，你的比我好啊。老师，你不知道我家养猪的吗？我家的猪肉多的吃不完，你给我换个别的吧，要不羊肉也行。羊肉太贵了，实话告诉你们，这十斤猪肉还是从你家买的。哎呦我的妈。老板娘，还是我家的猪啊。哎，亚楠，要不然咱俩换？你拿羊肉给我换。我拿马桶刷给你换。下面公布小西的奖状，第一张三好学生奖，耶，三好学生。第二张年级段第一奖，哇哦。第三张最佳学霸奖，哇，三张。可以刮三次。小西，可以刮三次。好的。放假一个月。哇哦，太棒了吧，继续抽第二个。不，免写一年作业，我的运气也太好了吧。为什么只有我的是马桶刷子呀？我的猪肉瞬间不香了。小西，还有最后一个，好好考虑抽哪一个。我抽这个红色的，学习的学，希望我新的一年学习进步，红红火火。奖学金10000元。